虎鲨钓鱼网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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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虎鲨哥群主凯文啊。这个今天我来这个钓鲈鱼，今天是2022年1月29号，我今天钓了16条大白鲈啊。来看一下，我钓大白鲈啊，来，这在，看，钓了16条大白鲈，对。看到吧，这个都是我站的产品 inline spanner 和这个小亮片钓上来的。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今天钓了16条大白鲈啊，全使用我站的产品啊， inline spanner 还有小亮片还有小 jig， 非常棒啊，非常沉啊，有30多磅，都是大大白鲈，非常大。视频比较短，但带给大家一个重要信息，那就是白鲈鱼洄游了。这16条鱼整整钓了一天，上鱼还是比较慢的，因此没有抓到上鱼的精彩瞬间。争取下次能够拍到上鱼的瞬间分享给大家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您的支持和点赞是我最大的动力。